大爷的啊，给你们看看我们的坐骑哈，全是土。往南走，我们一路向南。这边是欧迪亚，飞机。我看一下地图，那边有一个影视城，你去吗？卡布加。卡布加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看看。你好，这个影视城是这儿吗？哎，是。哪一部剧在这儿拍过呀？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在这儿拍过。大江春秋，这种明星拍多了。他们真人好看吗？哎，是，你要是卸妆，你要不如咱们。平时人多吗？这个里面？没什么。哇，一看爱的地方呢。《红楼梦》的感觉的《红楼梦》，包场一打，包场。哦，吓死老子了！这个咱们差不多得了，出去吧。平时人多吗？这个里面？没什么。哦，这边是餐厅吗？对。现在是营业还是？营业期间。我就问问。看啊，今天请客不能白来哈。对的啦。怎么样？给你们看看不了的地方哈，看到了吗，野德拉？里面长这样，野德拉，看到吗，野德拉？怎么样？跟我们说一下呗。爷爷，你看看杜家伟的作品。陈哥，你看那边树上有很多眼睛，我的童年阴影。这棵树眼睛好多哦。这棵树全是眼睛，还有很多没有睁开的眼睛。哇，그랬구나。무서워서그래。哇。좋아，停在这儿하자。어머。哇。哇。是不是这样的很贵？上面那贵的，粉色的那个呢？3000多。原来他的眼睛就这么大。哇！哇哇哇！你拿了他的一条腿，呜！哇！